天使日剥冇拗用，48个钟，24小时，讲咁耐，迪玛利亚都唔见影，就嚟要逐个钟倒数噶啦。大牌球星系难啲捉摸噶啦，更何况系救魔天使咧？出动到私人飞机接佢，全程抛到后唔见光，唔系喺卡灵顿训练基地出面影到佢个鼻，又边会信佢嚟咗啊？嗱，英国传媒就话，转会费大概系7亿6000万港纸，佢本人嘅周薪都去到成20万磅噶，同朗尼、韦佩斯差唔多 level。虽然官方就未公布，不过班魔迷有理冇理，印咗佢件衫先讲啊！咁啱佢同新加盟嘅安达靴里拉、马高斯卢祖个名都有好多个 R 字，听讲因为咁，官方专门店都已经印到冇晒个 R 字啊！之前印落嘅咪可以拎去炒贵佢。